Hello, hello, 欢迎大家收看解忧说频道，我是杰战，今天要抽这个《进击的巨人》的第二弹合作活动。好，我们要开抽啦，然后看一下我的第一弹跟第二弹的，其实全都有抽了，抽了爱莲没有抽到，爱主席，好，大号没有抽到爱主席，小号之前第一弹全部都有了。现在晚上的12:02会抽得怎样呢 ？Let's go， 十年天赋宝藏。Strike， 跳手。OK， 正常。来。我抽到两个双组合，一个关，一个环，两个都是环的头发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黑的。哦，哇，抽到！原来是四星，我中骗了，吓到我，以为是四星。拿米卡莎出来呀！可是我抽到六星的那一个双组合，李威跟汉吉。至少我觉得这一个我要抽到米卡莎。来，可以飞走预先，这样小号蛮运气蛮好，帅，射手。哦，我抽了两个男组合，约翰跟可尼。OK， 手势出来不错。所以我还差米卡莎跟那个阿尔米的组合。来，第二十年抽。对，尤米卡莎，你什么事？把艾伦喊过来。ストライクショット。第三十年抽 ，strike， 哦，小号竟然跳特效，那小号怎么毕业啊？哎，小号毕业啊？哦，爱莲出来呀、啊！没有，我不抽啊！我是 O， 我跟你讲，可是大号不 O 哦。我除非我要集运那些五星啊。OK， 小号暂时不抽。大号有点强迫症，有点想抽，因为哇，重点他们的五星都已经满了。刚好是讲第三十年抽是吧？来，第四十年抽 ，strike shot。
哦，开蛋。OK， 双男组合出来，可妮跟 John 约翰。哦，没了。铁石忠义。哦，特效，巨人特效。为何开单哦 ？Strike， 万一拉的时候就很强烈的在那边震动了。Shuttle， 喂，怎么给我同样的人？他给我双男哦。No， OK， 就这样吧，谢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抽到好运，拜拜。